你看他这个人是手是这样拿着的，好像是拿着一个什么东西，有人猜是象牙，有人猜是拿玉琮，有些说是拿鸭章，但是我觉得都不对，因为他整个这个手势的话，他是握成一个圈，而且一高一矮。那么根据三星堆这些这个人的像，还有跪着人像，他这些手势的话，我认为他这个就是一个腾空升起，一个礼仪性的一个手势。他的造型的话，包括他的衣服等等这些，你看衣服他是往下垂的，这个整个人身子也比较修长，他是给人一种是在徐徐向上空升起。所以这个人像这个手势的话，他不一定是拿什么东西，我认为他就是一种礼仪一个姿势啊，就相当于我们作揖一样，有一回事情。